4月17日晚，《庆余年》剧组全体上某综艺节目，节目中李沁玩游戏时的一个举动引起争议。他在回答完问题后，走到张若昀的身边，很自然地挽起了男方的胳膊，随后立马放下，引发全网热议。其实李沁和唐艺昕是很好的闺蜜，她还是唐艺昕和张若昀婚礼的伴娘。有部分网友吐槽李沁的动作过于自然，没有避嫌，而粉丝则认为李沁是因为紧张，网友过于解读了。你怎么看呢？